喜欢你带我去打高尔夫球，因为我觉得很累。他气不气？你还气什么？你是不喜欢他需要户外活动？我哪里错了？等下我们做错一点事情，然后妈妈就会很生气，然后就会打我们球。我很久没有打你了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要保护你。小孩吐真言，妈妈大崩溃。妈妈，你虽然很开明，但是是思想控制狂的重症患者。睡吗？怎么样？不要，先不要，先不要，感觉在忍哦。我听不下去了，这不是我吗？就是。因为你控制他的情绪，哪边有情绪？没有。不过有的话就给我滚出去吧。14年来你太辛苦了。从今以后不要再看我的日记了，因为我有隐私权。因为我妈写错字，有没有订正？日记里面的错字千万不能订正，为什么？让他看到成长的轨迹。我是站在你这边的，我也是。那你知道我是爱你，知道有没有？情感，好，好，还要演哭戏。真的不是手牵手，我们两个都是十指紧扣的在散步。真的，我们两个真的很好，对不对？而且是来台湾才改变的。哦，那不都跟弟弟在一起玩啊？因为其实我爱弟弟比较多，有吗？没有，我比较爱他，所以我才把他带回来台湾读书。你要永远记得，妈妈是全世界最爱你的人。对对对呀，为你好。对呀，爸爸爱不一定，搞不好爱别的阿姨。我告诉你，不要这样。身边哦，不要破坏老公都不在身边，对不对？妈妈是永远都爱你的，对呀，好吧，你弟弟普通，他比较爱你。弟弟知道啊，我问弟弟说，如果以后他老婆不喜欢，他说 break up 啊。break up 就是分手啊 ，break up 对吧？你有什么话想跟儿子说？有啊，写这么多，没有啦。其实我知道 Kiwi 很辛苦，他跟我来到台湾，然后什么环境都是重新适应，所以说我非常的关心他在台湾交朋友，在上课的状况。所以只要你在学校有什么事情，回来一定要告诉妈妈。嗯。知道吗？有好不好？你知道妈妈永远爱你，对不对？像今天徐立楚把我手放胶带，我拿掉的时候还很痛。真的吗？谁呀？没有，他们班上的同学。班五一五班二号。你都敢供出来呢？再一两天我都讲出来。叫你都有个人鱼线，把你鬼胡弄贴出来，对啊，要五毛给一块 ，OK 了 ，OK 了，五年二班嘛，五年五班二号，要注意，那没关系，我们也注意他的，好吧？以后再遇到什么事情，在台湾讲叔叔的名字，对，就罩住了 ，OK？ 真的吗？确定？叔叔要 OK， 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没关系，还要再加油，没关系。再加油，吴宗宪，他的吴宗宪，前辈，前辈，前辈，吴宗宪，他五年级了，吴宗宪，毕竟口天吴，叫我 Jacky 吴就可以 ，Jacky 吴了 ，You can call me Jacky，OK，Jacky，OK，call me Jacky，OK，Nice to meet you，Jacky，Yeah，I'm Jacky，Yeah，Alright，OK，You got it。谢谢叔叔。最后有没有什么话想跟妈妈说？你今天写这么多她的缺点，我还是很爱你。对呀，那以后老婆不爱我怎么办？就把你休掉啊！好吧，老婆了，婆抱一下妈妈，来来来呀！耶！哎呦！OK， 好，带宝贝儿子回去坐。好，谢谢。接着下来，崔佩仪小姐，来来来，请到中间。我看到这一对，我觉得好感人哦，对，好感人，感人啊，他们好真哦，对不对？那每一个妈妈其实都很辛苦，好像每个妈妈都希望儿子将来养她，而且要给她房子哈。妈妈没有安全感嘛，对不对？岁月催人老，妈妈会觉得啊，林周妈越来越人老珠黄了。孩子将来他长大了，他有老婆。儿子会不会变成老婆的儿子啊 ？Oh my god！ 妈妈最担心这个，我在想，不用怕。接着下来就是要来证实这一点是值得惧怕的。欢迎贝克宁先生，哎，贝克。叔叔好，哎，来了，我站到中间，对，要隔开，要隔开，我怕妈妈突然间干预呀，哈，有话想跟妈妈说，请说，我倒想知道哈，请 open your ears， OK， 来 ，OK，
妈妈，我希望您以后不要在我同学面前说要他们牵我过马路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很丢脸，不要再帮我在课本上画重点，并且不要乱动我的东西，因为你每次动过之后你都会忘记你放去哪里，我非常不喜欢你这样做。还有以后我的以后我英文作业如果有错的地方先让我订正，真的不会再跟爸爸说，你常常害我被爸爸骂，如果爸爸在骂我时不要火上加油好吗？不要火上加油。还有请你以后不要再看我的日记了，因为我有隐私权，我非常不喜欢你在我睡觉的时候纠正我的睡姿。睡姿也要睡姿13岁拜托你以后不要再叫我跳跳绳，我觉得好浪费时间。还有早上上学时不要一直叫我吃早餐吃快一点，给我的压力很大，因为我一定可以在到校前吃完，拜托拜托，拜托，他好真心，我想每一样都是为他好。那有当然啦、啊，但是在爱之是足以害之，对，这个才是害他太多了。爱一个人，爱一个人是因为他需要什么给他什么。对，我这时候需要一杯白开水，对，你硬要我吃鱿鱼羹。可是他不要均衡营养，我说给他吃什么，他就应该吃什么。那你能不能不要管我要什么？啊，你就是我儿子，你儿子要管。好，来，以后在同学，你竟然叫同学牵他过马路？不是，这样子已经13岁了，真的破功了。我有话要说，你说，因为我从幼稚园到现在国中，每天接他送他哈，每一天几乎都是牵着他过马路，他从来没有自己过马路过。现在每天上学都自己过马路？对，是现在哈，我现在放手啦。啊，那是你。可是问题，小六升国一的那暑假，对，国中的，你听我讲，因为每天看新闻哈，车子跟车子相撞就撞死，啊，人过马路被撞了，我就这么一个仔，如果万一撞了，我不要活了。不是啦，哎呦，没有，他会看马路吗？会看，对呀，会看停看停。这个我承认，马路如虎口是没错。对，他上一次是暑假要升国一的时候，有一群同学来我们家，那我是说。他有一个女同学，不知道我们家在哪。他说他们几个男孩子要一起下去接他，我就拜托他们同班的男生说，你过马路的时候牵一下贝克宇，因为他不会过马路。你太丢脸了，你我都太丢脸了。佩姐，我跟你讲，我觉得你真的多想了。你知道那一天我在路上有没有？我在过马路，我看到有一只狗，他在那边等红绿灯呢。绿灯的时候，他跟我们一起过，对，知道吗？野狗是很厉害的，狗都学会了，人哪会？他说他要有隐私权，日记不能，尤其是日记，为了日记吵了好几次，因为我怕写错字，有没有订正啊？日记干嘛订？不是吧？不是吧？妈妈这么激动吗？日记里面的错字千万不能订正，为什么？让他看到成长的轨迹。对。20岁以后，我看小说，哎，我以前真的写错，对啊，好好，我这样是不是一个成长的？有一次他考作文，知道了道，你知道他写个哪个道吗？到哪里去的道？我就说你是，那关你什么事啊？哎，学习啊，长大了就知道了，长大就会知道了。我还好，你今天有来我们这里，不是那个日记。就是有一些那个秘密嘛，老师还写说学校日家长会不希望爸妈知道的那件事，所以我就是为了那件事跟我们班导说，我不要爸妈看，爸妈不来了啊，因为老师说来了一定要写啊，不知道为什么这样，小学都让我看，现在国中都不让我看，因为那老师写说不想让爸妈知道哪些事。我觉得我是站在你这边的，我也是，所以什么都不要动，我也是，我每天书包打开来一定检查所有的东西，哇，这有点可怕，他也长大了。长大了，你还纠正他的睡姿？对啊，这个很可怕。睡姿有什么好纠正？他喜欢怎么从小人家睡好好的，幼稚园哈走进去都是这样，驼背，给我挺起来哈，然后呢站呢。3-7步站没站相，然后睡觉呢是脖子好是睡 C 字型的，他舒服啊，对啊，可是他肢体语言很丰富啊，可是他现在正在长，如果睡那个脖子是这样睡的话，他这样子一直睡一整个晚上，是不是他脊椎骨会歪？我又要带他去敲骨。他其实他是刚从这边刚转过来，他要 balance， 对啊，他 balance， 你不能吗？上一秒睡怎样？喜欢睡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对不对？这样很舒服啊，哈。对啊，那个不是是前几天。
7点，大概7:50几的时候，早上就来动一下，结果我就醒了嘛。在爸爸又在那里开灯、关灯，然后你就不能睡了。那就醒了，就不睡不着了。对啊，然后就被我瞧得不得。那天礼拜六可以睡到差不多9-10点哦。对，我只剩下一天。可是我真的是为他好，怕他。妈妈，妈妈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为你好，都是可以证明的。妈妈太爱你了。对了，但是可能也就是因为太爱了，对不对？我太会被溺爱。对了，妈妈，你有什么要忏悔？你要忏悔的事比较多，你慢慢讲啊，你慢慢讲。宝贝。妈妈是因为从小在军事训练下长大的，所以我不抽烟、不喝酒、不打麻将、不骂脏话，所以妈妈也照着这个模式，就是外公的模式。不要演哭戏。让你再演，就是妈妈希望你也能够照着我的模式这样走。不然你看奶奶不这样，以前外婆不这样教我，我今天不会是一个这样子很端正的一个人。怎么样呢？怎么样？好，就是很好的一个人。哦，很好。对，所以妈妈希望你，虽然我知道我对你很凶，要求很严格，但是妈妈发誓，出发点都是爱你。那当然。我只希望你能够健康快乐。没问题啊。对，长得高高帅帅就够了。哇，已经帅了，好不好？有什么话想跟妈妈说？快乐。就是那个。那不要再叫我抄那个电子联络本，那我自己上网直接抄我联络本里就好，不需要抄两张。妈妈是怕你功课有时候傻傻样样十几样，你到时候傻傻傻样样。讲错两次了。吕文婉，妈妈是怕你功课有时候傻傻样样十几样，你到时候傻傻傻样样。讲错两次，丑二丑二丑三的话会有惩罚。继续。我是怕你忘掉，所以叫你写在那个上面，只是做事谨慎。像妈妈 schedule 一次都是有本子写起来啊，每天啊。妈妈希望你养成好习惯。点没呢？可我会啊，爱都会啊。那你知道妈妈爱你？知道啊，知道。那你爱不爱我？普通。没啥了，妈妈，你要搞碎几个家庭，有没有？情感，要好哦，好哦，现在在发育期啊，这个时候会排一次，这个是抱一下可以抱一下，抱一下可以抱一下，发育期对啊，还用说吗？宝贝儿子就这么一个，哪不爱？这你的树状带回去好好研究，好，来，请坐，妈妈接住了，来，接住，最后一位。做 ending 了嘛？是啊，这结束了嘛？来了。吕文婉小姐，今天是当间哎，重症的，重症患者。乱讲，听你的思想控制狂。OK， 好，林志怡有这个自信最好，欢迎。当然。Marine， 出来吧 ，Marine。没有哇，他开反方向了。Hello， 这是开的。你别一对。我给开你哎，亲爱的，宝贝，哎，来，这个哎，妈妈出来啊，你干什么？没有，就让他自己来了。不要怕，独立不能。真没嘛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妈，对不对？妈，你看在跳针哦，紧张了。妈妈紧张了，紧张。妈妈不安，没有还好。我很开明的，真的，我非常有把握。你，我是民主式的教育。你拼命在那里强调你开明或干嘛，但是你却从来没有听他想要告诉你什么。当然有听啊，怎么会没听？我们家里面就我们两个人，互相倾听，互相拥抱，互相亲吻，恭喜啊！受不了了，真的吗？真的。你觉得你妈咪是一个怎么样的妈妈？很好的妈妈。嗯，她开明吗？开明。开明。啊？你不要紧张，你为什么看到北北这么紧张？你哪这么爱她？她是我的粉丝啊。铁粉，真的。那妈妈跟你讲了吗？讲什么？我才是你亲生的爸爸。喂！话没中啊！这种玩笑。没有大孩子在开玩笑嘛，对不对？有些孩子回去还路上就问妈妈：“刚刚宪哥叔叔说的是真的吗？”跟我一起回来，亲爱的妈咪，哎，来仔细听了 ，OK， 好，开始。妈妈可以不要再控制我的思想，哇，思想来了，一句就中，一句你就中。哎呦，我已经14岁了，真的，为什么不能自己决定发型？为什么一定要剪刘海？对不对？你说你在媒体圈超过20年，难道审美观会比我们这些小屁还差吗？当然呢，老母，我不喜欢你倚老卖老，尊重我的想法很难免。你有很严重的洁癖，加强迫症，
不准任何一点东西掉在地上，连头发、橡皮擦、屑屑都不行。不能再你的情绪控管能力很差，动不动就发飙，甚至乱摔东西。哇，乱摔！还有很严重的公主病，用刀叉吃白斩鸡，用筷子夹洋芋片。这个我也会，哇，这个我也会，没关系。你有事吗？你有事吗？青春叛逆期是我能控制的吗？你威胁我，不可能的事永远不会发生。你说在我们家没有青春叛逆期，不准我哭，不准我有情绪，如果有就滚出去。不行吧？我的精神压力很大，这样哪里开？也有想过要离家出走，你知道我很无奈吗？哦，跟你讲挡枪的，你有快吗？看到没有？你们家有刀光剑影的感觉。自己的妈妈多好，刀光剑影，是不是给她下了符啊？我听不下去了，这根本不是我。还有一句，还有一句，还有一句，还有一句。妈妈，你自认很开明，但是是思想控制狂的重症患者。碎！哇，中了，中了！我来。规定我上大学后才能交男朋友。哎，这我妈妈也在规定我。连我以后要不要结婚、几岁结婚都要管，还帮我去找老师看命盘。对对对，你天天问我，我老的时候你到底会不会养我？我的答案永远是肯定的，但你总是不满意，甚至扯到养老院不准送，非用回答你。其实你都不知道，当下我正在翻白眼。你不要打他就不错了吧。钻牛角尖。好，来来来，待机处理人。所以你刚刚说妈妈是开明的，这个也是被她控制的，是不是？你什么时候这么认真？宪哥跟妈妈认识二十几年以上，好吧，他的点点滴滴，宪哥都很清楚。对嘛，宪哥，你评评理，这是我吗？你这不是我吗？就是你。完全，而且你的眼中在淌着泪，泛泪，想哭你就哭吧。天哪，有什么话要说你就哭吧，因为你控制他的情绪。哪边控制情绪？没有，全部。交换小孩了，这个给他带两天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你们这样在开趴，可以不要再控制我的思想了吗？我跟你讲，这不是控制，这个是真的，因为他很小，他不懂。他哪里小？我们走，他已经14岁。不是嘛？他从小到大要一路，我们真的怕他走冤枉路，我们怕他跌倒。你自己走那么多冤枉路，你要怕他走冤枉路？你讲完没？讲完。无依无束，不实在，你在闺女啊，不老的是啊。你看，我们如果把我们失败的地方告诉他，他是不是就可以不要走冤枉路？少走冤枉路，那就对了嘛。我觉得他写这样，我很惊讶哎。怎么说？因为有很多东西我不知道他这么这样子，对，然后这样低调调。可以带朋友回家吗？可以带朋友回家吗？可以。不是，我说他。他可以啊。哦，有吗？啊，没有。嗯。真的，差一点哦。妈妈，你的情绪控管能力很差，动不动就发飙。哎呦，怎么样？不要，感觉在忍哦。不是，其实都是有原因的，因为节目时间有限，我很难解释。你慢慢讲，我延长无所谓。不是，我们这个动不动就3-5点。对啊，不是，没有，你可以忍受，就是说你手上满满两手的东西，然后呢，你带他回家上了电梯，他呢对着电梯里面的镜子发呆，在摸他的刘海，在 care 说刘海好不好看，他从来没有看到妈妈两手满满的，这时候你是不是应该过来说妈妈，我帮忙你？然后他就是完全不动，无动于衷。那你有跟他用讲的吗？宝贝，你帮妈妈拿一下，有吗？是不是你的问题？讲出来，个性都别改了，你就是弄安呢。而且说不定他刘海真的太丑了，他跟你讲的一模一样。他有跟你讲，你会不会帮忙？会嘛？会啊，一定。对不对？女孩子就看外表，我要美美的，这是很自然。我忘了。我没有帮忙，不是我不愿意帮。你知道吗？我就当下我就所有东西甩地上，然后进去之后开始摔东西。好可怕！他不知道吗？没有，我觉得说你真的太不懂得去看妈妈的不体贴。我说你如果不体贴，你就给我滚出去。宝贝，就是这样，好可怕。对啊，这14年来你太辛苦了。对，搬过来叔叔那边，什么走过来家住吧？我们家才真正开明。不是，那你刚刚为什么一出来，我们问你说妈妈开明吗？你会说开明。是真的开明，只是他后面因为声音被那个乐队盖过，他开明一个鬼，一个开明狂，一个
你这个青春叛逆期，你不让他有，我觉得不是，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控制的，因为有很多人跟我讲说孩子有叛逆期，然后会开始反抗你。孩子有叛逆的情况，就是他在求救。求救什么嘛？有吃有喝有住，我没有烦恼。你起低哟！你烦恼啥啦？少年维特的烦恼。一鸣姐一出来，他推去过磅，然后再宰了，就这样。他说啊，孩子有叛逆期，会离家出走，会有一些很奇怪的情绪。我就跟他说，我就真的跟他说，我说我们家，我跟你说 ，Marine 没有青春叛逆期，因为这个在我们家不可能的事情，所以绝对不会发生。但是这是生理跟心理状态交那如果有的话，就出去啊。如果天绝对不会发生。但是这是生理跟心理状态交那如果有的话，就出去啊。没有，你过完那个去的地方，没有地方可以去了。你这样一直在太有情绪的讲那个就出去，对 ，Marine 差点哭了哦。这样妈妈一直在感觉，其实 Marine 已经很乖了，真的很乖。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初中的时候，你不要闷着，你可以讲话，你干嘛都不讲话？这样我好怕被你骂呀。没关系，叔叔在这里啊，好吧，心里面会觉得不舒服，就讲出来。对。无所谓，没关系，我还是很喜欢被他控制，只是希望他可以改一下，希望他可以改。你这样，他会不会以后遇到个男的控制狂或干嘛，然后他就习惯了，我好像就是要这样，不对，你要让他有自主的思考。可是我都觉得说，因为我从小念女校，然后爸爸妈妈控制得很紧，所以我就变井底之蛙，所以我才觉得我要很开阳光户出搞对，那我就会让他出去，我就跟我妈妈讲说，我几瓜逮几波一定按膝盖才走，真的啊，因为我以前不能够过夜，不能够去毕业旅行，不能出去跟朋友干什么都不行，然后。后来因为现在大了，就跟妈妈讲说你的观念是错的，因为我大家白天也可以做一些什么，都挪到早上嘛，对，挪到早上，闹一丁啊，所以我对他就是希望他很 open， 然后可以多交朋友。可是你又规定人家上大学才能交男朋友，对呀，因为那时候心智比较成熟啦。因为现在都毛还没长齐。我跟你讲，今天你把问题讲出来，终于知道问题在哪里。在哪里？啊？不够明显吗？你们彼此看别人是不是很清楚？对不对？对，很清楚。对呀、啊，这很清楚嘛，是不是、啊？在哪里？在哪里见过你？这就是个更年期遇到青春期。对呀、啊，来来来，听完这些，有什么话想跟女儿说的？我觉得啦，就是天下的妈妈都一样的。那尤其我特别特别的，就是我的担子比较重，然后要负担的事情比较多。那如果有情绪上面，我其实承认我的 EQ 真的很不好。然后有时候尤其压力一来，然后内外相加，我觉得我真的会崩溃啦。所以有时候让女儿真的也承受很多。那谢谢她一直包容我。然后一直在我身边，然后没有嫌弃妈妈，陪着妈妈这样子。那我会继续，我不会把钱花光，我剩下的都会留给她，因为我希望她未来可以真正做一个有选择的一个人生，因为有选择的人生才是最快乐的，因为不要做一个就是被选择的人这样子。对，有什么话想对妈妈说啊？妈，你钱花光没关系，我自己会赚。哇，孝顺，谁稀罕你的臭钱？人家在乱补了啦。然后呢？然后妈妈脾气，你可以包容吗？可以啊。可以啊，因为很简单，就是因为我深爱着你，是不是这样？我可以跟妈妈拥抱一下吗？可是他都没有说，他很少说他爱我哎，真的，而且他也不太抱我，你要说要说出来，好吧？好，说啊。妈，我爱你，爱你。抱啊抱啊！你看那边呢，你要看着我讲啊。妈，我爱你。你看那边呢。他有斜视。这个叫做爱的练习曲，懂不懂？爱的方法。我们家这个孩子没有一个哪一天没有说爸爸爱你，什么两个打啵干嘛，这一定都要有的。对，试一下。试一下。
拥抱，对着我讲啊，妈妈，我爱你。有了，有了。哦，拥抱，拥抱，拥抱。啊，哭了，真的很感动，好感动。哎，认识那么多年，第一次看到那种深情的，对啊，妈妈在孩子的面前啊，真的就是 nothing， 全部就投降了，没错，是不是？真的太开心，看到你们有成长，好不好？谢谢。我们真的可以开课了，对不对？对，要如何当好一个完美的父母亲，对不对？再话再说回来，小朋友有没有为人子女就是要慎选父母？哎，选这个父母怎么选啊？不好选啊！什么 ending 啊？欢乐了。